这个意思吗？是的话你们就扣个一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咱们直接一点，我来说好不好？就我来说了，直播间我答应过他们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必须要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加入了我粉丝团的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他们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必须要做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今天让我就是抱你一下。这样不好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家人们，你们这些家人们，我真的是拿你们没办法。王飞哥。啊。虽然那家人们这么说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。可以是不是？不是，在我们拥抱之前，你唱首歌给我听，可以吗？啊。你可以唱首歌给我听吗？唱什么歌？王飞哥，哎，这个福真的，你们这个福袋你们抢完了是不是？抢完了，我再给你们发啊。抢到的啊，愿意加入王飞粉丝团的，这里上方这个黄色的小信息点一下，加入个粉丝团，谢谢你们啊。来啊，福袋我继续给你们发着，今晚上全程发到最后啊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难道我想听什么歌，王飞哥真的不知道吗？我就是想听一首歌而已，家人们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不会说我啰嗦吧，家人们？我感觉现在我说什么，你们都觉得我啰嗦了。以后你们这样子，我都不敢开直播跟你们聊天了，家人们。爱情歌，不是，阿美的意思是抱一下可以，但是抱之前让我唱首歌给他听。唱不唱呢？来，你们觉得应该唱一首歌的，你们扣个一。毕竟，我觉得不用唱了吧，我唱歌不好听。没事，我主要的我不是听歌，我主要就是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想听什么歌？你们打在公屏上。都用我唱是不是？觉得我现在说的啊没有毛病的，就是觉得应该唱的。毕竟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本来就是平时你们让我什么这样子，我肯定是不愿意的。但是我感觉既然家人们你们全部都在公屏上说报一个，然后你们反正你们开心我们也开心哦，不是。主要是 那这样子来，可以，那我就唱一首歌啊。这首歌的歌名我不好意思说出来，然后我就不说了啊。这首歌的歌名我就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我就不说了。一会儿你们听得出来的，你们就打在公屏上叫什么歌名叫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行不行？行。阿美说啊，在抱他之前让我给他唱首歌啊，然后。阿美说让我抱他之前给他唱一首歌。好，那我们就给他唱一首歌。一会儿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话，这个名字的话我就不说了啊，因为我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不说了。一会儿你们如果听过的，你们就把这首歌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就好了，行不行？月亮代表我的。不是这首。不是，他们在打。啊！他们在打，来，家人们，一会儿把歌名打出来啊！我是不知道的，我不过分吧，家人们？我就是，来，开始。我怎么没有听过？准备好了没有？直播间
6000位哥哥姐姐叔叔们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有没有听过的？欢迎。你们有这个小兮兮的，就飘一些小兮兮啊，这样子就比较有点怎么说呢？对，像掌声，像掌声一样嘛。来，小兮兮掌声。小兮兮又一毛钱一个，啊不是一分钱，来准备啊。我认真的听着啊。走过多少路口，听过多少叹息，我忍着真理不知所措。这座弥漫喜气，我想谁都会有，幸运的是没非但你的愁。能不能靠近一点，能不能再近一点，满足我心中小小的虚弱。其实你并不知道，在我心中你最美，就像浮云。如果明天的路你不知该往哪儿走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不过宽阔的肩膀也会是你的未来怀抱。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承受你偶尔的小脾气，或许我还能给你一片意外，一份欢笑，一个简单又安心的笑我。陪你日出，陪你日落，到老。听过这首歌的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啊，还有公屏上送小心心的这些哥哥姐姐帅妹，给他们点点关注啊。听过这首歌的把歌名打在公屏上。能不能靠近一点，能不能再近一点，满足我心中小小的虚荣。其实你并不知道，在我心中你最美，就像风雨过后天边的那道彩虹。如果你明天的路不知该往哪儿走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不够宽阔的肩膀也会是你的温暖怀抱。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承受你偶尔的小脾气，或许我还能给你一点意外，一份欢笑，一个简单又安心的笑我。陪你日出，陪你日落，到老。如果你明天的路你不知该往哪儿走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不够宽阔的眼肩膀也会是你的未来怀抱。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？我一定会承受你偶尔的小脾气，或许我还能给你一点意外，一份欢笑，一个简单又安心的笑我。陪你日出，陪你日落，到老。唱完了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好听好听，直播间各个姐帅妹，好听的，公屏打两个字好听啊、哦，就算不好听也帮我打出两个字好听，让我高兴一下嘛，是不是？
如果你们打不好听的话，我以后都不敢唱歌了，以后你们让我唱我都不敢唱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假就算不好听，你们都假装打好听两个字，让我有点勇气，以下次你们让我唱歌我第一个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阿梅？我就是有点啊，没什么。怎么了你？怎么脸红了？没有没有。你让我唱给你听的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你要唱这首。这首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。这首歌的歌名，你们知道的，打在公屏上，打给阿梅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歌名是什么？这首歌的歌名打在公屏上，让阿梅看到，好不好？我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了。那现在我们唱也唱完了，就是不是上面那个关注也该点一下了？是不是把这个粉丝团也加一下嘛？对不对？关注在这个没有开玩笑的。那个咱们现在唱完了之后，是不是要阿梅要履行一下她的承诺？啊？啊？歌名是做。做我老婆好不好？什么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我你我不跟你唱的是没有啊，这只是歌，家里面啊，那个关注王菲的这些里面这个福袋抢完了是不是？福袋抢完了没事，我继续给你们发起走啊，全程给你们发起走，这么大气啊。然后咱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王菲啊，现在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的粉丝有多少了，有没有破23万了？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的粉丝有没有破23？你们还要让我唱那个知心爱人呢，是不是？还要让我唱知心爱人呢？知心爱人，不是，咱们应该是不是，唱知心爱人可以，但是咱们是不是应该在唱这首歌之前，刚才